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哪会来？我是来找德顺的啦。哦。您讲，您讲啊。哎，德顺，阿姨刚我给你介绍一个小姐，你感觉安怎？哦，你都唔知啊！哎，对方对你的印象我安尼啊好啊，啊，逐工哦，就叫我来问看麦，啊，你对有啥物想法啦？我没什么感觉，应该不太适合吧。哎，看你这个表情哦，就知影无戏通好笑啊！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这哦，佫有足侪条件足好，会当介绍予你，放心。这我拢见过，绝对赞的。啊，等明仔载好啊啦！你要认得无？啊，没，明仔载都有一个老师。好啊，老师单纯，处理个问题，啊，个人够硬啊，我好嘞。就是啊，迄条件我好的呢，人佫生了水，啊，人在讲条，我来安排。哼，锦芳，你干嘛没事帮我答应啊？老师的条件就好啊，啊，你无去看麦，哪会知影适合唔适合？啊，干那看麦尔，也无一定爱娶啊。林德，西装的用料就是好啊，小可整理一下哦，穿起来就好看啊。内底开出来的所在，我拢替你包好啊。啊，你无介意？你亲手帮我整理的西装，我怎么会不喜欢？只是我觉得没必要。我就一个大老粗的，平常也没在穿西装，干嘛为了我熬夜啊？啊，平常时拢是你照顾啊，啊照顾英辉甲明辉。我嘛想要找一个机会报答你啊，啊，这就算是对你的答谢。我在这没什么亲人，你和永辉还有明辉就是我的亲人，这亲人间互相帮忙本来就是应该的，你却偏偏在那边说什么回报，我看你啊，一直把我当成是外人。我把你当作什么人啊？你自己心内有数。你最近是安怎啊？那伊乌白生性地，我是倒位去抓到你哦。你自己心里有数，还明知故问呢？我真正唔知啊。啊好啦，你明仔载要相亲，你紧转去啊。不做那些无聊的事，就不用早起做准备。什么无聊的事？还是为了你的幸福？啊，你三婆有人当替你报，啊天气冷哦。有人会当煮小滚滚的面给你吃。啊，你之前不是说你手工活好，衣服破了找你补，天气冷了过来你这吃面。你当作我是你的佣人啊？啊，要吃饭包衫才找我。这是要我对方的扒手。见面肯定是我请吃饭，干嘛要送礼物啊？好人一个好印象。啊！你这个人哦，插头插头，爱跟你较笑的，嘴较甜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别为我瞎操心了。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，走了。明仔再等你的好消息。谁呢？好啊，紧转去，啊，出去，出去呢。生做好啊！啊，珊珊找你哦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跟珊珊已经去了。在啦，失恋的人最大，是的吼。阿伯想找你。诶？阿伯不是甲阿姐讲话，什么时阵走也无讲一声。我约你伫咧外口见面，什么代志啊？
伫社会上新的代志啊，伊甲阮妈两个啊，心肝内有淡薄无爽快啊。可能是拄只，搁有拄着无欢喜的代志，所以啊，才约我伫外口见面。哦，哎，我讲这些代志哦，就是阿静想过舅母啊啦，啊，伊明明就足介意阿爸啊，哪会烦恼啥物往生的亲人会无欢喜，搁讲迄有诶无诶？要爱就勇敢去爱。你听阵讲，大家拢甲你同款咧无正经哦。我哪有无正经？我讲真实诶呢。啊，是讲阿叔离开伤早，啊，这几年哦，拢是阿伯陪伫阿静身躯边啊，因诶感情早就超越家人了啦。大家欢欢喜喜过日子就好啊，哪会雄雄叫阿伯去相亲？讲较细声诶啦，我嘛若是听着。心肝内哦，佫不好受，不好受，不好受。嘘，啊，不好受，装大方哦，帮阿伯改西装。哎、欸，押韵，松押哎，松押你个头啦！哎呀，这女人心海底针啊，你唔怕啦 ？What？ 我唔怕。Excuse me， who I am？ 阿伯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是为虾米甲珊珊闹分手啊？嗯？哼哼哼哼，唔爱甲你讲啊！哎，我要去查。Go。妈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德胜嘴里哦。是啊。妈，你拄则是毋是甲德胜阿伯讲了无欢喜啊？哪有？阿伊心内哪想，我是毋知影。全世界哦，就干那你上了解德胜阿伯啊，伊有欢喜无欢喜，你哪有可能不知影？好啦，我去找伊啊，唔免带我，较早休困嘞。光棍哥，你厝诶，较早等来哦。在啊。阿伯，你看起来敢那有心事吼？怎么好意思取笑我？还不是你出了什么馊主意，安排我去相亲，结果你看看，我和你妈连朋友都当不成了。哎，我妈就是有把你当作是朋友啊，伊才会替你改西装，才会替你准备相亲礼物啊。也是啊，哎，不过说真的，你妈最近这怪怪的，这搞得我心里乱糟糟的。哎，我一见到她我就心烦了。其实哦，我妈的心情哦，跟你同款，伊就是想要替你找一个伴。啊，不过每一摆也知影你要去相亲，伊心肝就不好受哦，心在就矛盾了呢。所以我就说嘛，我根本就不应该去相亲的，惹得他心烦。老实讲，你到底有介意我妈无？辉啊，我们都几十岁的人了，又不像你们年轻人。谈谈恋爱、结婚什么的，我跟你妈之间啊，本来就不存在那什么喜欢不喜欢的问题。好啦，麦讲哦，喜欢不喜欢，我就讲老来伴。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，别拐弯抹角。我的计划是哦，明仔载去相亲的时阵哦，我陪你去。啊，你等你出来底哦，就爱甲阮妈讲哦，你照满意的。哎，不行不行。我根本就不可能满意，哎，怎么还能骗你妈说我很满意啊？这种口是心非的话，我说不出口啊！哎呦，这那是给我妈骗啊！这是哦，要给伊切去切，好伊知影哦，你就要紧的，我卖去在乎别人的想法了。你呀、啊，别再乱出什么馊主意了。万一你妈没想清楚，到最后她决定一个人，哎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反正你去把明天的相亲的事情给推了吧，我回去跟你妈说明白。哎呦，那是要说明白哦，就免写这样大一个啦。就听我一摆，叫我洪师总。唔好啦，阿伯。唔好。好啦。好啦。好啦。欧巴。